一下你们俩的默契。对。好，接下来马上请出的就是白云雅。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红豆哥，他以前都是笑起来，我记得上一期他应该是有演那个很可爱的嫦娥小时候，然后今天突然变成很一个狂野的女郎哦，真的14岁也能够散发这种野性的美啊，让我们感觉到哇、啊、你不想要14岁吗？一说14岁上面的观众 哇他真的14岁，不知道我们评委会觉得怎么样。还有刚才我们两位嘉宾，我就14岁的女生，所以你跟这个白云雅其实有一点雷同哎、欸，年纪也差不多嘛哈、哦。啊，可差很多。这么直白，差很多，你不要把人家拖垮了，真的。我是把你降低了。那我没关系，我没、啊、真的没关系。他这样子的造型，你觉得是不是？可是你没有讲14岁，我后来其实我心里有想说，虽然是不是今天唯一的女生，对，我想我应该给她高分才对。14岁的女生要学一个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上肢体动作的配合，对我而言还蛮难得的了。是，给你鼓鼓掌。还有鼓鼓掌啊！哦，我们给白云雅鼓鼓掌。就、是 Erica， 她会一直很生气，垮着个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摇头。白云雅，我请问你对大型道具的变法，你了解吗？不是很了解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变大道具呢？啊，是要为了凸显跟以往不一样的风格吗？对啊，有可能。那你就死定了。